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宅，这次要带来新的求生者大富，有点像是魔术师的感觉，同样是可以分身，但玩法有点不太一样。正所谓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，这就来给各位介绍他的玩法以及一些使用的技巧。说说他的外在特质，第一个是海神怀表，大富摇晃怀表对周围进行催眠，监管者会先黑屏一秒钟，这时候会有两种触发效果。第一种是附近没有其他求生者，则会出现一个持续向前跑的大富幻象，也就是说监管者会看到两个大富。第二种是附近有其他求生者，则是范围内所有人都变成大富的外观，这也包含了倒地或是椅子上的队友。因为这个幻象只会直直的往前跑，撞到障碍物就会停下来，所以建议不要在障碍物很多的地方使用，不然停在障碍物前面就知道是幻象了。可以瞄准板子或是窗户的方向使用，让监管者以为你是要去翻窗翻板，而本体则是在变黑的瞬间转方向，也是直线奔跑来假装是幻象，这样监管者就不知道该追哪一个。不过因为这个幻象只会直线奔跑，并且无法像魔术师分身那样挡路扛刀，所以不要等靠太近才使用，这样还是会被打到的。第二个特质是消失，简单来说就是队友坐上椅子之后，接下来的30秒大富会变成隐身状态，监管者只会看到一秒前的幻象。当大富摸椅子，队友被救下椅子，或是监管者被催眠时，会提早解除效果。这个每一场只能发动三次效果，建议可以搭配天赋悄无声息，这样靠近椅子的时候就不会有脚印，不怕被监管者直接用脚印判断位置。如果有翻窗板加速的话，可以从板子或是窗户翻过来，这样一秒前的幻象距离就会比较远，让监管者不好抓距离打隐身的本体。第三个特质是自我暗示，当大富被绑上椅子后，就会跟自己说：“队友会来救我的，再撑一下，再撑一下，再撑一下。”所以飞天的速度会降低20%，这算是一个 buff， 又算是 debuff。配合假妹可以大幅降低飞天的速度，但到了后期只剩下两人的时候，队友可能就在等你飞天，然后他要跳地窖，那这个就是一个 debuff 了。而破译密码机的时候，也会一直跟自己说：“我修很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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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修很快。”但因为分心讲话，所以破译速度会降低20%。第四个特质是催眠破除，当大富受到伤害时会解除催眠的效果。那在人格天赋的部分，因为它是属于六鬼跟救人的，所以我觉得36的大心脏跟搏命为主要点法，剩余的40点有几个点法。第一种是点出假妹配合自我暗示，大幅降低飞天的速度。第二种是点出左边的丹檀，来增加翻板后的移动速度。第三种是点左上的云中漫步，减少脚印时间，配合幻象来摆脱监管者。整体来说，大富的能力还是蛮强的，只是整场只有两次的催眠跟三次的隐身。如果在前期就被追击的话，太早用光这些效果就会变得后期比较无力，需要开箱子摸其他道具来使用。不过玩起来感觉是还不错的，除了碰到厂长跟黄衣之外，都还是可以应付的。以上就是这次的内容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可以点赞、分享跟订阅频道，打开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新影片通知。有任何建议都欢迎留言给我，我是老宅，那我们就下次见咯，拜拜。